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我们刚刚提到了长幼有序，就是兄友弟恭，举了一些我们古代圣贤人的例子，可以感受到圣贤人的兄弟之情非常的深厚，可以为了兄弟舍掉生命，舍掉生命，更何况是其他的财物、其他的东西，都能够啊，为了兄弟之情而懂得谦让，懂得放下的功夫，所以这值得我们好好来效法。有一首提到叙述兄弟之情的一个诗词，我们呢可以来看一看这一段诗词很有味道。这一段提到了兄弟连枝各自荣，这我们看第一句，兄弟连枝各自荣，兄弟是同气连枝啊，都是同一对父母所生，所以就好像一棵大树一样，长出来很多的枝干，各自发展，各自呢能够延伸出来，能够枝繁叶茂。那歇歇言语莫伤情，就是兄弟之间啊，言语应该啊，和睦一点，不要太冲，不要因为言语的不当而起了冲突。我们都知道，人与人当中最容易起冲突的是什么？就是言语。所以忍耐的功夫啊，要从哪里开始忍？慎言、谨言开始做到。所以歇歇言语，莫伤情。当兄弟之间有很冲的言语出来的时候，只要有一方能够退一步啊，能忍一时，就会怎么样？风平浪静。当你能忍得下来，等对方情绪比较缓和下来的时候，他会想到我的态度啊不恰当，所以转而啊会升起一个愧疚之心，愧疚之心，这样整个关系啊就不会破裂，甚至于啊他会因为你时时能忍能让，兄弟之间会对你产生一种佩服恭敬之心，所以要以德服人，要以德啊来服我们的兄弟姐妹，所以歇歇言语莫伤情，一回相见一回老。我们三四十岁以后，这个感觉怎么样？就会很强烈了。每一次相见可能一年见不到两三次，那每一次一见呢，好像皱纹啊多一条，或者白头发多几根出来，所以岁月催人老，所以要珍惜兄弟相处有爱的机会，所以一回相见一回老，能得几时为弟兄。所以从这一句话，我们感受到古代的人对于这个兄弟之情特别珍惜，特别珍惜。有一对兄弟啊，三兄弟，每一次兄弟一聚会啊，一定要三个兄弟睡一张床，那个亲的呢，可能连他老婆都很嫉妒，所以这种兄弟之情啊，这个很令我们羡慕哈。弟兄同居，忍便安，能够忍得住。我们在《弟子规》里面有提到，财物亲，怎么样？
怨和生，对于财务都懂得礼让的时候，就不容易啊起冲突。我们看中国这个财字，财务的财，它又通啊另外一个含义是木材的材。木材啊够用的话烧起来就够了。当你木材堆了很多的时候啊，很可能太阳照太久了会怎么样，会烧起来。所以你柴太多了很可能会引火自焚。所以当你时时都在搜刮财物啊，其实你自己的福分啊已经怎么样，在耗损，在折服。当你搜刮了这个动作啊，又被你的下一代怎么样学得非常彻底。所以你这个财物留得住吗？所以人啊要深谋远虑。当你们上一辈就演出啊在那里争夺财产的样子，那下一辈啊一定会学得很彻底。所以我们说财产是五家共有，天灾要你的钱，水灾要你的钱。那请问现在天灾多不多？多啊，水灾火灾都属于天灾。那为什么灾难那么多？我们的人心啊缺乏教化了。所以现在有钱人自己心里面踏不踏实也很难踏实，因为现在天灾人祸太多了，这个钱很容易啊就守不住。所以守住财富的方法特别重要，特别重要。在民国初年，曾国藩先生的外甥聂云台先生，他在上海啊住了几十年的时间。而上海这个地方是人啊财富啊大起大落最明显的一个地区。聂先生把他几十年所看的这些事实真相啊用笔啊记了下来。看到很多富极一时的人到最后都破产。所以就提到啊如何真正能够留住财富的道理。所以我们经营一个家庭到底怎么把我们的财富留住，这个理你不能不懂。有一个周先生，他们家很富有，开钱庄的，而且开很多分店，在全国很多分店。他的财产有几百万两，几百万两。他有一个分店的主管，因为当地发生天灾，所以主管拿出五百两来赈灾。五百两多不多？几百万两的人拿出五百块来，五百两来，结果呢，被这个周老板骂得狗血淋头。这钱是我的，你还给我拿去捐？这样一骂下去，以后主管敢不敢去布施？都不敢。所以他得意洋洋，都告诉别人：“我这一生能够留住这么多财富的方法，就是进得来怎么样，出不去，一定把它握住，就像守财奴一样，非常吝啬。”结果等他去世之后，刚好那个时候进入民国时代，他的财产转换成民国的单位啊是三千万元，多不多？多啊，三千万元，以前一个大元就不得了啦。三千万元，假如换算成现在的单位，我看是几十亿了。这么多的钱分成十份，刚好他的子孙啊分成十份。结果这十份分完之后，下一代啊在短短的几十年当中完全败光，完全败光。
因为他这么吝啬他的子孙呢，他的子孙一定觉得那些钱是谁的，他的子孙绝对不会说那个是要回馈社会的，他们都想那些都是我们的，所以他拿来之后会不会节俭啊？不会，很快啊就挥霍完，甚至于十个子孙当中还有这么一两个啊还比较有德行，没有这么挥霍，但是啊也是接二连三遇到厄运全部败掉。为什么他的子孙连有一点德行的人还是败掉？因为啊当身旁啊很多的人都饿死的时候，而你还在那里这么富有都不肯善财，这个啊损自己的阴德，这非常折福。所以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这易经的话都是真实不虚的，所以这个余殃啊殃及后代子孙。所以我们真正啊不了解财富的道理的人，可能在这一生啊都会干出很多让子孙啊都会学习错误的一些方法跟态度。所以人不明理啊很难把家庭经营好，把孩子啊教育好。所以财富的真因还是要多多布施。那当然兄弟之间你也懂得布施，那就不会有争吵。有一句话说啊，人欠你啊天会还你，这个天啊就是天理啊，你的福分啊会水到渠成。人往往不能忍一时之气啊就干出了一些违背德行的事情，所以上一代只要争啊下一代就没好榜样，所以要能够啊忍耐得住。莫因毫末起争端，这毫末就是不要因为一些小小的事情啊而兄弟争吵。下一句，眼前生子又兄弟啊，兄弟姐妹又生了孩子又有他的兄弟啦。所以我们这一辈啊要怎么样做好样子啊，留于子孙做样看。所以这个就特别重要。我们一开始举的周朝的例子，开国的几个圣王做出了孝跟悌的榜样，所以因为有这么好的榜样，他的朝代啊可以享国800年，是中国历史上最悠久的一个朝代。所以朝代能悠久都不是偶然的，一个家族能兴旺几百年也绝对不是侥幸的。所以诸位朋友，您的家族您的家庭要兴旺多久你要有所志向，才能教出很好的子子孙孙。那在兄弟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有一点啊很重要，当兄弟有过失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兄弟有过失能不能视而不见？哦，不行啊，你视而不见他可能越走啊越误入歧途，我们怎么可能忍心看到自己的手足做错，继续做错事？所以兄弟姐妹之间要懂得劝诫，劝诫他。那用什么方法去劝？我们要劝别人的时候啊，一定要先考虑到兄弟对我们的信任到哪里，而这一份信任一定要在平常相处的时候就怎么样开始积累了。你不要等真正要劝他的时候才说啊，平常几乎没有在通电话，
那这个时候去劝呢，他就觉得不能接受。所以信任越高，劝诫的效果越好。所以很多的功夫啊，要什么时候扎？平常就要扎。那古代的人劝自己的兄弟啊，都非常有耐性，也很有智慧。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位读书人叫陈世恩，他的弟弟啊，每天在外面游手好闲，不干正事。他的哥哥看了之后很生气，每天弟弟三更半夜回来，大哥就给他破口大骂，气得半死。结果持续一段时间，弟弟有没有改善？有没有改善？你们怎么都知道？你们有看到啊？好，你们可能体会到，大人啊，成年人最难放下的是什么？你们怎么又知道了？你们太有智慧了，最难放下的就是面子。面子现在一斤多少？我们说啊，要能够增长学问呢，头一件事要把面子卖出去，要把它彻底卖出去。所谓知耻近乎勇，要知道自己有很多过失啊，不要顾及这个面子的人，学问才会有很大的增长，才能够面对错误。但是我们在劝别人过失的时候，还是要顾及他的面子。所以这个陈世恩就跟他大哥说，他说：“哥哥啊，你就别再骂弟弟了，让我来试试看。”就当天晚上，陈世恩就站在门口等他弟弟回来。结果一看，11点过去了，12点过去了，1点，他弟弟啊才走进门来。这个时候你会说什么？你在那里等11点、12点，你会怎么样？会不会火都上来了？所以啊，很多时候都要靠我们的修养，靠我们忍耐的功夫啊。所以有一句话叫一切法，它成于什么？忍耐的功夫。所以当他弟弟一回来的时候呢，他马上啊跑过去摸摸他弟弟的身体。弟弟啊，你穿这么少，会不会冷？然后呢，一边扶着他说：“你肚子一定饿了吧？我叫嫂子啊，帮你煮一碗面。”然后把他弟弟啊带进来，还亲自把门锁好，然后陪弟弟走进来。第二天还是一样站在门口等。3天4天都是这样做。而且每一次见到弟弟的时候，都是充满一种关怀，一种爱护他，把他带进来。其实一个人 在外游手好闲，他会不会觉得很快乐？他也会觉得内心怎么样？很空虚啊。所以当他能够 很感受到兄长对他的爱护，其实他会慢慢啊走回头。没有人喜欢自甘堕落的。只要你让他有台阶下，只要你 让他知道啊，怎么样往怎么样走才是对的，你拉他一把，没有人不愿意接受的。但是这种方法能够让对方感动接受，这个就要靠我们的修养跟智慧。所以后来他弟弟再也不出去游手好闲。那我们常常听这些得意故事啊，就觉得为什么古代人常常都可以演出好戏，为什么我们都演不出好戏，而且是坏戏连篇，好像一直相续都是在后悔。问题在哪？修养。所以任何事要成就啊，
一定要从自己的修身开始，而不是要求任何一个人。所以大学给我们一句最重要的提醒，就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管你是天子也好，不管你是一般的平民也好，你这一生要有事业，你这一生要把家庭经营美满，都要从哪一个起点开始？修养自己，修身的功夫。所以身旁的亲友不能感动，谁的问题？我们自己的问题。因为德未修，道德不够，所以感未至，没有办法让人感动。所以儒家有一句心法，只要这一句心法你时时能放在心上，那您儒家的学问会很高，叫做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任何事做不好，不先检讨任何人，先检讨自己还有哪里做不好。当我们有这个存心的时候，你的时间绝对不会耗在烦恼，你的时间也不会耗在批评别人，你的时间会马上回归到我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这个事情更好。所以这个态度至关重要。当你时时处处都反省自己，身旁的亲友跟你相处会很感动，会被你的德行啊折服。那我们从刚刚整个从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从这一些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些伦常关系假如能够经营得好，人生呢，就会觉得非常踏实，非常快乐。我们说啊，人生要追求快乐。常常很多家长，我会问他们说，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是走什么样的人生，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诸位朋友，你希望你的孩子以后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哦，孝顺的人，好，很好，来给这位朋友掌声鼓励一下。你心里要有想啊，因为你是孩子的引路人，他很多思想观念是要靠你帮他扎根的。假如你的人生活一天算一天都没有目标，那你会把他带到哪里去？所以当父母觉得孝顺很重要，帮孩子扎孝顺的根，那对他一生就很受益。那我们之前也提到，要扎孩子孝顺的根，要从哪里开始做起？从自己以身作则开始做起。好，其他的朋友，您觉得你希望你的孩子人生经营成什么样？人生往哪里走？有没有想过？假如我们都没想过，那每天在带孩子往哪里走？那我常常就会跟有一些家长啊，他会马上说：“哎呀，其实我也不求他以后什么大富大贵，哇、啊，只希望他以后快乐一点就好。”听起来哈、哦，愿望很小，事实上哈、哦、很难做到。我就问他，我说：“你说快乐就好，那请问你快乐吗？”哎，他马上想：“哎，对哦。”我说，你假如都快乐不起来，那你怎么教你的孩子快乐？那现在的家长都把孩子往哪里推？都推向那一个大洪流，就是升学主义嘛，就是一直考试，一直考试，然后这样考上去嘛。这一条路上去会不会快乐？会不会？啊、那一些希望孩子快乐的爸爸妈妈也都把他们送上这一条路去了。
所以人哈、哦，常常都只是在那里想而已。到底路走的对不对啊、哦？不会去考虑。到底种子种的对不对？有没有种给他往后人生会幸福快乐的种子？有没有种不知道，只在那边想以后给他幸福快乐。这个是不可能达到的。我也是被推到这一条路上去的、啊。升学主义啊，初中考高中，高中考大学。本来我是有范仲淹的心胸的，结果考到最后变成什么？小鼻子小眼睛，到处跟人家计较，看人家考试考比我多五分，内心很不舒服。真的啊，人这样竞争啊，人这样只为自己 打算的时候，整个心量啊，越来越狭窄。我们的孩子思想观念只要越狭窄，心胸越窄，这一生已经注定了，怎么样？快乐不起来了。所以有一句俗话讲，快乐不是拥有的多啊，而是计较的少。所以不计较啊，才能让人真正快乐。我们接受圣贤教诲这五六年来，从来不跟人家计较。那因为不计较，反而拥有的什么更多？这是真理啊！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我们看新加坡许哲居士，106岁的年轻人，因为他的身体比我还好，他做那个瑜伽我都做不到，精神精气神这么好。你看他处处替别人，都不跟任何人计较，所以啊，他的冰箱里面从来不缺菜，从来没买过菜。菜从哪里来的？从哪里来？他也不知道。但是我看到他不知道呢，我看到为什么这些送菜的人完全都不留名字，这个中有学问。因为许哲女士在奉献的时候，从没有一个念头去希望别人什么回报，所以别人受的时候非常感动，所以念念想着一有机会怎么样回报给他，也不愿意让他知道是谁。我们世间人的付出都有目的，提个礼物去都说来，这个是我送给你的，这什么意思？告诉别人你欠我一个人情，别人受的也觉得哎，拿人钱财不，吃人嘴软，他也有压力。所以现在这种人情送来送去啊，不会很痛快。而许哲女士这种付出是完全不留回馈的，就会把人心那种无私的对待啊唤醒。所以谁送蔬菜水果给他的都不知道是谁。杨老师教学生读经写书法也是非常认真，甚至于教完之后，家长有家庭问题的，杨老师还留下来辅导他们，有时候啊到半夜一两点都有。所以杨老师每一次上完课走到厨房去啊，一排什么蔬菜水果，也不知道谁送来的。所以真正对人好啊，人家都对你好，这样的人生啊很快乐。而你心胸开阔，不跟人计较，心上啊常常自在清安。所以到底怎么样的人生，什么样的种子才能让你的孩子真正快乐？现在我们要考虑要种哪些种子下去。从刚刚整个几个伦常大道当中，我们也体会到天伦之乐，天伦之乐。
这种天伦之乐，跟世间啊吃一碗好吃的面，那个感觉啊是截然不同。天伦的乐啊，当我们的父母看到我们兄弟姐妹非常有爱、非常团结的时候，父母亲的喜悦是怎么样？是一辈子的。所以孟子说啊，人生有三乐。好，人生有三乐。第一乐是什么呢？父母俱存。孟子说的人生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父母都很健康，兄弟都没有发生意外，都可以常常聚在一起，互相鼓励，互相扶持，这是人生第一乐，天伦之乐。所以现在有父母可以奉养，那真是人生一大乐事。那一天，我们一个朋友说，他大学时候帮他父亲洗头，我们一个女老师啊，说帮他父亲洗头，他父亲啊，头栽在这个我们洗手台啊，这个就很难洗，他亲手帮他洗。我听了之后就很羡慕，为什么？我没有那个机会啊。人生在报恩的时候，你的内心啊，会觉得很舒坦、很踏实。所以我就想呢，假如十年以后，我有机会了，可以跟父母啊长期处在一起，我们就可以点点滴滴啊服侍父母，那个内心啊会很愉快，而你的道德学问啊，也会跟着尽心尽力侍奉父母啊而提升。所以古代有道德学问的都是什么？都是孝子，都是孝子。因为这一份孝心一起啊，道德学问一个人的心量就往外一直扩。一个孝子啊，他看到别人的父母会怎么样？也会升起恭敬之心。一个孝子看到别人的孩子，他绝对不会去欺负他，因为他会想到，假如我欺负他，他的父母啊会很伤心。所以当一个人孝心启发的时候，他的整个修养学识啊就会跟着一直上升。所以夫子说的夫孝，孝是什么？德之本也，道德的根本。所以一个人德行的启发一定从孝下手。那我们看下一个，兄弟无故。兄弟姐妹啊，能在一起互相扶持，这也是人生很大的快乐。我们刚刚提到了人生有两股力量啊，时时刻刻支持着你，而且不求回馈，就是父母跟兄弟。而当兄弟能够常常聚在一起很和乐啊，就给下一代子女啊最好的榜样。第二乐，养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就是我们俗话讲的俯仰无愧，就是面对天地万物你都觉得怎么样？不会觉得惭愧，因为我们有尽心尽力啊去做到我们很多的本分，没有去做亏心事。俗话说的，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所以当一个人时时坦坦荡荡啊，那个内心啊也是很充实，也是很快乐。
我们看到目前很多社会现象，有时候啊，心里也会觉得愤愤不平。为什么这一些人逃税，还是呢用了一些不好的方法，结果啊还赚了一些钱？可能我们看了也会觉得心不平。诸位朋友，会不会这样？会不会？哦，不会，你们的心胸都非常宽阔。我们来看一下，当他做错事，当他用不合法的手段呢，赢得了他的财富之后，他真正快乐了吗？是不是真正快乐了？没有啊，他每天在担心什么？担心东窗事发，担心露出马脚，所以这种日子啊不好过。甚至于本来可以活70岁，因为每天啊担心东担心西，每天烦恼很多，到最后呢细胞病变，可能50岁就得癌症死掉了，折了自己20年的寿命。忧能使人老啊，每天在担忧会被国家抓去，会被谁看到，哪有可能会长寿？不止命啊减短了，他真正啊因为不法手段所赚到的钱啊，本来生命当中啊可以赚500万，因为他用不法的手段，所以只拿到100万，把他的福分啊折损掉了。因为他不明理，以为拿到了就是自己的，其实他命中不止如此。所以小人冤枉做小人，而且不止做了小人之后，本来的500万变成100万，往后还要因为犯错啊，还要接受法律的制裁。所以一生啊真是非常冤枉。所以人啊不明理啊真的很可怜，他还以为他聪明，事实上他把他自己的一生毁掉了。所以我们为人处事啊要坦坦荡荡，内心常常啊也会很坦然很充实，这是人生啊第二乐。而俯仰无愧的人，一生正气凛然，我看也会长命啊百岁。而这个俯不作于人呢，俯不作于人就是对得起别人，对得起我们的亲友，这个也要点点滴滴尽自己本分才行。现在很多当爸爸的每天游山玩水，说他很喜欢山很喜欢海，但是家里的孩子的教育怎么样都不管，请问这样的人能不能俯不作于人？行不行？不行。而他常常游山玩水，看起来心情怎么样？好像很好，其实他在逃避啊。现在很多的人不尽本分啊，专门去逃避，去麻醉自己。有的游山玩水麻痹，不想去想那些；有的是，比方说到楼下去玩跑马，还是打麻将、赌博、喝酒，其实都是在麻醉自己，都对事情于事无补。人只要人啊，只要肯有担当啊，尽心尽力的时候，别人也都能够感受到他这一份承担。这个时候才能不愧
于人。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文天祥的一句重要的对我们的教诲，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人的一生啊，要对得起关心我们的人，对得起照顾我们的人，对得起我们的妻子儿女，这样的人生啊，走得才踏实。所以这是第二乐。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交之，是第三乐。得天下英才而交之，三乐也。诸位朋友应该在听课过程能够感受到，我当教师啊，会不会当得很苦？我当得很快乐。我常说啊，现在有人拿，他说你来我公司上班，每个月给你50000块，我干不干？不干。钱哦，够用就好了。真正快乐的啊，是所做的事真正对学生有益，对社会有益，做起来啊特别踏实。回首我这一年多啊，我们讲的中国文化讲座啊300多场，回首看来啊，我这一生从来没有这种充实感，真的，所以内心啊那种很喜悦啊。所以是能够俯仰无愧，又能够啊得天下英才而交之。所以我说拿再多的钱呢，我这一生啊也不愿意再做其他的行业了。好，因为我们做教育不是只看眼前，孩子的正确思想观念会影响到他往后面对的很多人，会影响到他的孩子，甚至于他假如以后当老师，他还会影响到他很多的学生。所以由于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很多良师益友，而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所以我们今天也定位自己要学为人师，进而能够去成就别人的人生，定位自己能够当别人的贵人。所以这是第三乐。那很多朋友就说，蔡老师，那你是老师，所以你会有第三乐？我没有。圣人的义理啊，绝对不是局限在一个角度而已。当我们有真正全然的心去帮助别人，去引导别人的时候，对方一接受你的帮助跟你的教诲，他也会记一辈子。所以常常我们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会提到说，我进了这一家公司啊，就是因为我哪一个同事对我点点滴滴的教导。甚至于想起来当初我刚来的时候，因为人生地不熟，也没有带足够的衣物，后来还是这一位同事啊，拿了一个厚的被子啊送给我。所以当这一位朋友在谈他另外一个朋友的时候，他的心境是什么？把他当什么？当一辈子的良师益友。所以当你身旁的朋友一提到你的时候，都是这么样的感动，这么样的尊敬，那你的人生啊，已经成就了这些人，你在他们心目当中就是老师了。所以不管任何人，只要你全心全意去对待别人，别人都会很尊敬你，把你当学习的榜样，所以你也是得天下英才而交之。好，所以圣贤的学问
你要契入圣贤人的生活啊，绝对是当下就可以做得到。那除了孟子的三乐之外，我们在很多圣贤的教诲当中还有哪一些提到什么是乐？诸位朋友想想看。哦，助人为乐。哦，助人为乐。这个助人为乐啊，小孩子懂不懂？你看那小孩子没有分别，他不自私啊，所以跟很多小朋友 一在一起、啊、有时候他东西就怎么样，很自然的就送给别人。我们海口有一班孩子，因为学了弟子规之后啊，也很懂孝道，所以那今年的三八妇女节，学生啊就派代表来跟他的老师说，他说老师啊，三八妇女节到了，女性同胞很辛苦，所以呢他们决定啊买两朵花。这位男老师他还没反应过来为什么要买两朵，学生说一朵送给妈妈，一朵啊送给学校女老师。这个老师马上随喜功德，哎呀太好了太好了，你们，我支持你们，赶快去做。就那一天三八妇女节啊，他全班学生就拿着花、啊、送给全校女老师。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一天学校的气氛怎么样，洋溢着尊师的重道的态度。其中有一个孩子送完之后，一个男孩、啊、回来呢，很高兴，他跟他老师说，老师啊，我把这个花送出去的时候，看到那个女老师的笑容啊，我很高兴。就老师接着问啊，你在这个时候体会到什么？学生想了一下说，施比受更有福，就是助人为乐。校长看得很感动，是一位女校长，还亲自到他们班上来给他们肯定，给他们鼓励。讲到呢，这个校长自己啊，眼泪都掉下来。为什么？因为现在这种感动的事啊，太少了。所以我们做人啊，要演出更多的好事啊，来滋润这个缺乏爱心关怀的社会。我们要有这一份使命，去助人为乐。还有没有什么会让人生很快乐？这个助人为乐，你要你的孩子往后能感受助人为乐，那现在呢？现在呢？他以后长大马上就变助人为乐了。现在又要常常带着他去关怀一些老人，去孤儿院走一走。当他常常看到需要的人获得东西的喜悦的时候，他就会升起一种很深的爱心。所以许哲女士一生几十年、啊、都在帮助别人。她说她就是因为小时候在吃饭，刚好有人敲他们家的门，她母亲一开门看到几位啊已经饿得不行的人啊，跟他们乞讨食物。他母亲马上啊回来，一句话也没讲，把桌上的菜啊都端给他们吃。许哲女士那时候很小，看到穷人饿了几天的那个模样啊，吃进食物马上笑容就怎么样，绽放出来，给他很深刻的印象，所以他觉得啊帮助别人很快乐。所以我们为人父母的人带头做做到，孩子就会企鹅效法，进而感受到助人的快乐。那诸位朋友还有没有你会想到
哦，知足的，给这个朋友掌声鼓励一下，知足常乐，知足常乐，确实哈、哦。当你很知足的时候，别人给我们一些帮助啊，我们都会很感谢。但是假如不知足的话，人生不止没有乐啊，还会什么？很艰苦。人生只要不知足，烦恼一定重生，一定会活在啊患得患失当中。自己有200万，看别人有500万，又不高兴。自己1000万，别人有2000万，自己又不高兴，所以他高兴不起来。我们想一想，有钱人比较快乐还是没有钱的人？很多人都觉得人生只要有钱就会幸福快乐，可是当他真有钱的时候，他回首一看，我的烦恼怎么越来越多。人只要一不知足，是不可能有快乐。所以我们看看现在有钱人，他出去的时候呢，也要很小心，常常还要换车子，出去还要带保镖。不止他呢，生活要比较紧张，连他的孩子上下课都要怎么样，都要很多人护送。假如是我要去当有钱人的儿子，我也不干，太辛苦了。所以有钱人的烦恼比没有钱的人多，他还会想到，我这些儿子假如不成才，我这些钱怎么办？还天天担心钱会不会缩水，天天还要想我要去炒哪个股票才行。那我们再来看看，当人满足欲望之后，他是不是真正快乐了？比方说他去买一个漂亮的衣服，卡刷下去，刷5000块，穿3天很快乐，走到哪里还要人家看一看，你看这一件好不好看。快乐3天，痛苦多久？痛苦1个月，那一个月呢都要吃泡面，因为薪水都花完了。所以快乐3天，痛苦1个月。再来买一台豪华轿车，花了几十万，快乐多久？可能快乐1个月。那一个月啊，太太被打入冷宫，那个这一台豪华跑车呢比太太还重要，每天还在那边擦它，擦半天，快乐1个月。付贷款痛苦多久？可能要付2年，要付3年，这2、3年薪水一进来还没碰到就怎么样，就流过去了。不只要快痛苦2、3年，刚好呢开了半年之后，又看到别人有新款出来了，自己又怎么样，手又痒了，又把旧车卖掉，又要买什么新款。所以人的欲望啊，只要打开了怎么样，收不回来。所以古圣先贤说，欲是深渊啊，踩下去可怎么样，不见底啊。所以人生假如一直在追求这个财物啊，你的人生绝对没有真正的快乐。我们常看到啊，现在人就觉得什么叫成功，社会地位就是要买一个豪华别墅啊，叫成功。这种价值引导非常错误。我们来想一想，一个豪华别墅买下去，快乐多久？每年最多啊，去住个几次。其他时间你要拼命干嘛？拼命赚钱，拼命还贷款。所以你快乐，一年快乐没几天。痛苦多久？贷款要付多少？20年、15年。所以人生所有的功夫啊，都耗在这个物质追求。
很难有真正的快乐。我们来思考一下，买房子的人一年住个几次啊？而他还要请什么？请佣人怎么样？住在里面，帮他看房子。所以佣人啊，一年住365天，他只能住多久？他只能住几天？所以诸位朋友，到底谁比较有福报啊？谁比较有福报？佣人。是佣人比较有福报啊，他一生啊要拼死拼活赚钱。所以人生啊，知足才会有真正的快乐。好，那我们这一节课先到这边，谢谢大家。